氨基甲基磷酸 EMPA 的化学式为 H2NCH2CH2OPOO2， 其中 H 代表氢， N 代表氮， C 代表碳， O 代表氧， P 代表磷。 EMPA 中磷酸基团的结构如下。 EMPA 中的磷酸基团由与三个氧原子 O 键结的磷原子 P 组成磷原子，透过单键与两个氧原子键合，而第三个氧原子透过双键与磷原子键结。EMPA 的分子量为 158.15 克 mol， 该值是透过将分子中每种元素的原子量乘以分子中存在的每种元素的原子数来计算的。碳的原子量为 12.011， 氢的原子量为 1.0079， 氧的原子量为 15.9994， 磷的原子量为 30。 EMPA 的 pKa 值未知，它是一种带有磷酸基的弱有机酸，但其 pKa 值尚未测量或报告。然而EMPA 中磷酸基的 pKa 值可以使用 Henderson-Hasselbalch 方程式估算，根据磷酸中磷酸基的 pKa 值约3， EMPA 中磷酸基的 pKa 值可估计为 3.5 左右。 EMPA 又称氨甲基磷酸，是一种带有磷酸基团的弱有机酸。 EMPA 作为中枢神经系统 CNS 中的神经传导物质，在生物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它是大脑和脊髓中最丰富的兴奋性神经传导物质之一，参与神经冲动从一个神经元到另一个神经元的传递。